fucking talking to。黑客的 expert 与其他的 salon 不一样，就是他有这个 app 专门给顾客做 appointment 的。然后首先呢，你就去按 make appointment now。之后呢，你就会看到 services 那边有三个分行给你选，你就选你想要去的分行。我选了 Damansara Utama Branch， 然后它就有一个 coloring, bleaching and coloring， 还有 nano treatment 的选择给你选。那么 bleaching 漂染呢，只能在四点之前。那你会看到红色是已经被 book 掉了，然后青色是 available 的 slot， 然后蓝色呢就是你自己所选的那个 slot。 过后呢，你就会去到一个页面，就是要 confirm appointment 了。 confirm appointment 了就可以啦。这个就是我的 appointment。嗨，我是 Renee。 今天呢，我要染我的头发，然后我已经到了，就是这一间，好没有？其实他是 Hair Color Expert。 等下的内容呢，将会是从头到尾的解释，从我染头发的一开始到结尾的成果。我到了，这里是 Hair Color Expert Damansara Utama Branch。快点进去。开了门，你就会看到一个 counter， 然后你就会在这个 discussion area 讨论你要的发色，然后这是价钱表。现在我已经 confirm 完我要的颜色了。这个呢，这个是将会是我想要染的 outcome， 所以敬请期待。他们很贴心，还帮我准备了饮料，这个是 Nestum， 他还有其他的选择，等下我会带你去等候室那边看看如何拿到这些饮料。那么因为我选的颜色呢需要漂白两次，那他们现在帮我漂第一层。然后他们帮我放上这个保鲜纸，让那个漂白剂呢漂掉我原本的颜色。我来喝我的 Nestum 咯，烧烧的很好喝。然后我就要继续等待30分钟，然后现在他们帮我漂第二层，我又要等多一个30分钟，所以我总共等了一个小时。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半之后，我终于可以洗了。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发现在已经变成金黄色，就是已经漂过了，然后就是粉红色。OK， 过了大概一个两个小时，我屁股坐得很痛很痛很痛了，我终于可以洗了，就把我所有的染发剂全部都洗掉，然后等下我就可以看到美美的头发了。染发了过后，他们有提供韩国纳米纸护理，就是护理我们的头发呢，让漂过了的头发呢可以迅速的得到一个呵护。然后这是他们用的机器。
这个呢是他们的等候厅，就是在 reception counter 旁边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像 subway 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们 consult 你了过后呢，就送你进去染头发，然后放你出来等，时间到了就去洗，洗了呢帮你吹干过后就完成了。就是他们茶水间真的超贴心，当你等的同时呢，你还可以喝一些饮料来填饱肚子。刚染好头发了，其实它有点偏红的，其实粉红色我现在目前为止还蛮满意的。来总结一下我染发的 vlog，这次染出来的头发呢，其实我是染了一个玫瑰金，就是 rose gold，自己也蛮满意的。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天，那个颜色的呈现有点退了。就是，前几天呢，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它的颜色会比较粉，然后它的那个 saturation 会比较强，然后现在就有一点点退了，好像那种灰粉、灰粉的感觉。其实这4天里面，我只洗了3次头，这个褪色的程度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其实我 expect 它。大概一两次过就是退到很高音，都是因为呢，我用了他们家的洗发水。我现在身上没有带着那2罐洗发水和那个 conditioner，我会把照片放在这里。我用了他们家的洗发水还有 conditioner，那个效果真的是比较好。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漂染过的头发，其实我会 expect 它很糟糕啊。我的发尾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的发质一定不会好。在我预料中的发质，就是我洗，每一次我洗了过后，就会很干很干，很难梳理，很难处理。可是我用了他们家的洗发水还有 conditioner 过后，很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头发跟没有染之前、没有漂之前呢，它的那个柔软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我很 impressed 到的结果，我也很推荐。其实这2罐加起来呢不到60块，价钱真的蛮公道的，它不会很高。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跟开价的洗发水一起做比较的话，它当然会比较贵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这2罐加起来真是 CP 值很高，是物超所值啊！好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还有，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